有声音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开着的呀，听不听得到吗？应该是开着的啊，理论上是开着。哎呦，点到哪儿去了？说话了啊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可能 OBS 里面有降噪嘛？哎，无所谓这个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啊？闹着玩的都是，反正。比较方便。反正想看就看，无所谓。今天这会儿不做事儿了，累死了。我来调这个笔刷啊，鼠标。好像可以，无所谓，哎呀，网名什么的。这样也好用一点，啊，好用的多了。
这个是像。可以。讲究。哦，呵呵，改回来了哈。我这个 OBS 设置的不是那么高啊，所以不是那么的清楚。只能看就行了，这东西有什么那个吗？这个还比较好用，这样。不行。
人看了，没人看。Take a snake.这个快捷键我都看不懂了嘞。怎么配置的？感觉不方便。不方便。多少？啊，这个是放大缩小，一二。Shift， 这个是 Shift。
这个死鱼不化。可以，可以。这个的话改成另外一个，看看还是冲进这个好了。
声音小啊，声音小啊，还就只这么大呀、啊？这声音怎么还小？这大也不安逸，将就了噻，还咋个嘛？这个用起来要顺一点，这个刷刷涂的要快一点，混的它没有那么多软的混合要好一点。啊，方便一点。
还是挂了 VPN 的，挂了的。升级电脑，等我写比较高档的程序的时候，可能就要升级电脑了。但好像也没那个需求，哎，怎么又不对了呢？哦，对了，电脑，哎呀，电脑这种东西。应该有紫色的，哪里来的紫色？没有紫色，搞错了。换个位置啊，这个放大，这个呢，你在这嘟嘟。
you